人与人连结，猜一猜，用肢体动作演出题目，限时三分钟，猜中最多的队伍获胜。交给你了，我试试看。交给你了，应该可以。他们两个都可以，对啊，他可以猜五个人在上面啊。我们五个人在上面。反正就是看谁取手快。那啊，如果我们后面箱子不够，你们就剩下拉。我们就把大家拉，一个背一个。对。别别了，我们别别了，我们四个都很瘦，你们确定有办法承受我们？可以啦，反正我们要想是我们不要被人家踢掉箱子啊。对。我觉得 Alan 哥对那个乒乓球是吗？乒乓球我觉得也 OK 啊。我觉得人体那个，我觉得你也很擅长。人体就是你刚刚比动作那个，比动作那个。你看，我们已经忘了要玩什么。人体，对，输赢不重要。决定好谁来猜吗？凯莉，凯莉来猜啊！鬼灵精怪，是吗？想象力比较好一点。真的吗？嗯。现在有点无语。我很诧异哈，请上好吧？另外四位请准备来。好的，看完哦。前面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你可以直接躺，直接躺。来来来，一好，直接一脚一。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哎，不能出声了。自由落体、云霄飞车、滑水道、你转，东啊啊，烧铅笔机。恭喜答对。第二题可以。严格禁止说话啊！不能哎，转转转，你要自己转，不能说话。对对对，要自己说。OK， 好，请关门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开门。啊！洗衣机，洗衣机，好厉害！你呀。恭喜答对，请关门。很厉害，好强啊！哇，这个，哦，这个有难度喽。真的假的？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猜。对对对对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其实你说难，好像蛮简单的。这个比较简单。三二一，请开门。三四个字，安全之问。真的看清你了，请关门。一个会猜，四个会演。对，我觉得突然有点担心我。压力来了，压力。好，五。什么？四。哦，不会。三，其实不会。二，请开门。三个字。摩天轮。关门。好，可以了啊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开门。两个字，嗑瓜、西瓜、吃瓜、面包、寿司、饭团。夹心，夹心。吃吃，那个什么，麦当劳薯条汉堡。好，这一题不算分，好不好？嘉颖，你还不过来那边，你个人比呀、啊，不行了不行了，站不住。个人好，请关门。这一个应该就不容易了啊。哇，好难呐！我输了。我要踩前面的看我们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请出题。自由落体，自由升降。你不用动，你等我。哎，干什么？不准交谈。打地鼠啊！哎，有难，有难度，有难度。吃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呀！啊啊！烤土司机！这个也可以。好，请关门。要进入到最后一分钟了哦，加油！不要带起来哦。好，越来越难。快要进入到最后一分钟了。好，最后一题了。五、四、
三二一，开门。两个字。哇！好，下一道题目，哎，那我们要破纪录，上上上，好厉害哦！很厉害，有记录吗？好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门。我很热，好，很热。几个字？三个字。大太阳正中午，游泳，去海边。我中暑了，哎，我怎么反应你真猜不出来？最后三十秒啊，烤箱啊，三温暖，羊肉炉，你这个好停，热瑜伽，按这个电磁炉、微波炉，热闹钟，散热，我好热，三电视机，二烤箱，微波炉。时间到，电风扇，好的，那黑队了，请准备。好的，好的，白队很厉害，答对六题，黑队好好加油了。队长御驾亲征，好的。第一道题目是这一个，准备傻眼吧。什么？到底是什么题目？好难哦，难的，五、四、难的，三、二。一，开门。几个字？三个字。三个字。坦克车。对，人家这个比的多正统，对不对？很厉害，我们叫弱好弱。哎，比的人很重要。太厉害。他们这个很，果然是有默契的一群人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开门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真的。三个字，哎呦，哎，跷跷板，哦，对，哦，厉害，可以，不会，不会，好厉害啊，好厉害哦，而且都不用猜耶，好，这道题目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哎呦，黑队蛮厉害的，厉害的，三二一，开门，三个字，有一张纸，放天灯，耶！字都一模一样，话剧社的，真的话剧社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但这个对他们来讲可能简单，对，简单，因为同一系列的嘛，又是咚咚咚咚咚。三二一，开门。三个字，坦克车，小鸡吃米。根本变送分了。他们根本就交通工具强项，他们当人太可惜了吧？我还看我们很厉害，好丢脸了我们。我觉得黑队还蛮有创意的。对，真的是合体耶，一起完成。二。一，请开门。三个字来喽。投篮机。好，第六道题目。我只能说我们太早称赞白队了。对，哎呀，突然发现黑队更强。四、三、二。一，请开门。四个字，四个字哦。来，云霄飞车。超厉害，他们太强了。他们太强，也有题目觉得弱惨。没有没有，来了吧？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啊。OK， 第七道题目，赢了就赢了。出来的。来来来，我们不怕，我们不怕哈，我们不怕啊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两个字。我有人要负担。烟火。好厉害的！好，最后一道题目。最后一道。好强！太可能不是你太强，是你们太弱。该不会全对吧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开门。两个字。桌球啊！桌球，太简单了吧！恭喜黑队
加上刚刚那分数，统计一下再告诉你们成绩了。下面一关。